原标题：唐朝武力如此强大，为何长达12年将突厥称臣？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军事实力很强大的一个王朝。唐太宗李世民戎马出身，把边境问题处理得井井有条。如此强大的李唐王朝，为什么会长达12年的时间向突厥称臣，甚至年年纳贡呢？有关突厥的起源有多种说法。从公元550年，突厥开始被记载入中国的史书之中，当时指的是漠北有突厥游牧民族建立了的部落联盟国家。到了隋唐时期，突厥开始屡屡侵犯中原地区，给边境的百姓带来了极大的困扰。突厥人隋朝统一中原以后，利用军事力量和外交手段，让突厥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，这极大的削弱了突厥的军事实力，使得突厥无法在中原地区立足。隋炀帝上位以后，穷奢极欲，整个国家民不聊生，国家的军事力量大大减弱，于是突厥趁此机会再一次染指中原。隋末唐初，中原地区群雄并起，几乎地方军阀都攀附北方的突厥，包括薛举、窦建德、王世充、刘武周、梁实周。突厥势力使得中原地区的形势极为混乱。李渊据照唐初的开国君主，李渊在起兵之初为了少数敌，李渊也向突厥称臣，每年都会向突厥供奉大量的贡品。李渊的这一举动是比较明智的，在隋朝末年的形势下，突厥作为游牧民族，骑兵的军事威力是很大的，如果多了突厥这个敌人，会给李唐王朝的统一之路增加很多的困难。如果每年仅仅是纳贡，对于李渊负担并不是很重。明朝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这样评价李渊：古人谓唐之有天下也，秦王之勇略至大而攻城，不止高祖之心，持之固，养之身，未能顺天下之理，弃人之常情，非秦王所能及也。李世民文治武功，在历代君王中也属于佼佼者，但是没有李渊早期的隐忍，李唐能否统一中原也不一定。突厥的外交问题之道，唐王朝统一中原也没有解决。李世民据照在李世民继位之前，突厥便攻打下了并州，也就是今天山西、河北、内蒙古三省的大部分地区。玄武门之变以后，李世民刚刚继位，突厥再一次出兵，在距离当时京城长安40里的渭水驻扎，直逼长安城。这一时期也是李世民人生中最为屈辱的时刻。当时唐朝刚刚统一中原，百姓刚刚恢复生产，没有国力和突厥打仗。于是李世民用大量的金银珠宝贿赂突厥两个可汗，再一次对突厥表示臣服，签订下了耻辱的渭水之盟。签订渭水之盟后的李世民隐忍了3年的时间。在这3年的时间里，李世民加紧训练军队，增强唐朝的军事实力，同时不断收集突厥方面的军事情报，为下一次和突厥硬拼做准备。李靖在贞观3年，李世民认为时机已到，国家的军事实力已经可以和突厥一战，于是派遣大将军李靖率领并州都督李济、华州刺史柴绍、灵州大都督薛万彻等为各道总管，主动出击攻打突厥。李靖带3000精兵突袭突厥，突厥没想到唐军会孤军深入攻打自己，被李靖率领的3000先头部队打得措手不及。打的协力可汗一逃再逃，最终只剩下几万军队。同时李济的部队堵截协力可汗的残兵败将，使得突厥的残余部队无处可逃，从此东突厥就此灭亡。唐军追击突厥，李世民一辈子打仗鲜有败绩，唯有渭水之盟这一次不得不靠金钱贿赂才能让突厥退兵。但是李世民毕竟是一位文武
都颇为了得的君主，虽让李渊和李世民父子长达12年向突厥称臣，但是最终通过李靖出征突厥，把突厥彻底消灭了。从此以后，唐朝的边境问题得到了解决，北方的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。参考文献《旧唐书资治通鉴》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